我是非正规实习生 Uni。 这次更新之后，玩家们的游戏主画面都换成沙滩背景了，是不是很有夏天的感觉呢？这也代表我们的夏天限定关卡正在热烈开跑中。一到夏天，怎么可以没有泳装角色呢？在这次的夏日限定活动，只要累积到指定积分，就能免费解锁艾莉亚的泳装 skin。 快动起来，帮你的艾莉亚换上新衣啊！泳装角色的二号选手就是身穿经典死酷水的罗露，活泼俏皮的拿着游泳圈，随时准备好要去玩水的模样，让人忍不住大喊超可爱的。但这个泳圈不是单纯的泳圈，罗露可以把它丢出去做投掷攻击，沿途做出高输出的贯通伤害。不像这可爱粉嫩的外表，打起来超痛的。安装强化要素，滚啊滚啊，射程直接提高 3.5 倍。到出怪点多的地方，看它滚啊滚的刷怪超疗愈。而且泳装罗露是有盾的啊，开启水盾之后，不只可以抵挡敌人的攻击，还可以对摸到盾的目标造成持续性伤害。开启被动技，玩水去咯！发动技能时还会有加速效果。可爱的外表，隐藏超强杀伤力，难道这就是死酷水的力量吗？泳装角色三号选手雷雅，一头长发俏丽地扎成高马尾，眼角的痣散发让人窒息的性感魅力，高挑纤细的身材，角色演出帅气利落的空中翻转，手起刀落破西瓜。看到这样的展示演出，你还不心动吗？擅长近战武器的雷雅，两招主动技都有用越多次威力越上升的特性，其中切西瓜还带有让目标行动不能的效果，开通性感泳装的魅力和展现自我。这两招被动技之后，更可以叠加暴击率。正面对决则让雷雅在面对带有护盾的角色，再度提高攻击力。英勇的身姿让人心跳加速，该抽起来了吧？现在 FB 也正推出泳装对决投票活动，希望大家一起参与，支持自己喜欢的角色。快到 FB 粉丝专页投票和留下八码 ID， 累积票数换参加奖之外，我们还会从留言的玩家中抽出幸运得主，送出泳装罗露、泳装雷雅或水球炮等 SG 奖品哦。经典死酷水 vs 性感比基尼，你选哪一个呢？今天的非正规情报站就到这边。记得去参加投票哦，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